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邦远。今天是6月22号，巨蟹座的第一天。这个视频也是专为今天出生的巨蟹座你而制作的。6月22日出生的巨蟹座属于浪漫快乐的一天，你们不管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，都将人生视为一场恋爱游戏或者是一场冒险。6月22号出生的巨蟹座优点：浪漫，情感经验丰富，想象力丰富。缺点呢，有一些天真不切实际。你们充满了激情和丰富的情感经验，无论男女都会成为不错的持家能手。给你们的提升建议是：不可忽视自己的想象力，小心嫉妒、占有欲毁了自己。要学习着顺其自然，坦然接受失败，从中吸取教训，重新出发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6月22日出生名人有哪些呢？今天出生名人有中国女演员张嘉倪、韩国男演员李敏镐、韩国歌手音乐制作人郑容和、日本5届日剧最佳男主角阿部宽，还有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，伊朗最优秀的导演之一、戛纳金棕榈奖的获得者阿巴斯、3届奥斯卡、6届金球奖最佳女主角、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之一梅丽尔·斯特里普，以中国香港电影导演、演员创造了无数经典之作的星爷周星驰。哇塞，6月22号出生名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希望今天出生的你也能承袭巨蟹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生日快乐，巨蟹座，加油！